个力量的时候，比方讲我的手是这样子，我的手这样走，是不是？不管是我是防御还是攻击，当我的手这样走，力量是不是这样子？我的身体就是跟着，放这里头，看不懂？所以它不是手，它手你这个力量就没有了，看不懂？当我要往那边去，我的手是这个力量，我的手是这个力量的时候，我的力量是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力量？晓得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力量没有了，看不懂？所以当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的身体跟到我的步到我的桩，我的这个力量保持到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，那我就跟你说，好像一个扇子在走一样，就这样。看不懂？快，而且是接触那一下，你的手来，如果他打我，我是这样接的话，你看，我这样接过来，我这个没有断，看不懂？是这样走的。啊，不是用步子，不是，啊，身体要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。